稻后温泉，啊，你们两个坐在那边是新娘新郎吗？再照一张。嗯。樱花，做的好像真的一样哦，它是假的。不欢喜不？有高兴吗？他很幸福哈，他女儿载他来，阮条件来当安尼坐轮椅哈，我把他载来，也不是很好吗？推来这里，环潮旗，你要他跟后开啦，环潮旗。中山画廊，中山画廊。哦，佛祖啊，他是佛祖吗？高冈大佛。今年的花灯在台北，台北的花灯在台北，今年的台湾花灯在台北。
就开了呢，我可以坐一下。